呢个啲肥嘅，我似容易似啲嘛呢个。我都系啲肥嘅，师傅你系咪觉得我都系啲肥嘅？梗唔系啦，咁咪唔靓咯。趁未到新年，抢先一步学整贺年糕点先。Live Friends 同奇画合作推出工作坊，教大家亲手制作 Brian 同 Connie 造型嘅萝卜糕同年糕。整之前，梗要打个卡先啦。虽然网上有大把食谱，但嚟工作坊学到嘅系秘诀、技巧同手势。师傅示范之余，仲可以亲身教你。好少揸刀嘅我都学咗唔少技巧噶，仲有用料切花、切条定切粒、切几大粒、调味、点捞粉先滑、调教烟韧度、蒸煮技巧先可切最。讲都讲唔晒，想学多啲就嚟试下啦。整整下唔识定唔记得都唔紧要，好似我咁唔使怕丑。师傅，你推出去。好。唔使用力噶啦 ，OK。师傅都要用呢个手浸，系啊。有油咧，呢个啲肥嘅我似，容易似啲嘛呢个。我都系啲肥嘅，师傅你系咪觉得我都系啲肥嘅？梗系唔系啦，咁咪唔靓咯。Perfect。重点之一就系 Brian 同 Connie 嘅大头圆形高帽，有味道，有卖相啊！走曬啲窿位啦，切翻曬落去咯。OK 嘛 ？OK， 好平均啦。嗱嗱嗱，師傅都話我整得好平均啊。年糕就簡單啲，揀好材料同份量就有技巧地撈撈撈。我哋唔好倒曬落去啊。好，逐啲逐啲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撳撳佢。見到 Brian 同 Connie 個樣都開心啊！師傅邊個係 Brian 啊？呢個咯。呢個咪豬？呢個係熊仔嚟㗎，佢中文叫熊大。熊大啊，大熊啊！熊大啊！熊大啊！糕點有埋賀年包裝盒裝住，呢個大頭 3D 帽好 Q 啊！等等，整完啦，工作坊仲會送 Live Friends 嘅新年小禮物添。喂，我要食咗你啦！